好，现在示范一下菜罩的收法。好，一样，我这边对角折进来，好，折成这样子，好，中间压进来，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要做外，要做八字的收法。哦，这个弹性钢很紧，哦，在使用上要小心一点，这个打到脸是会痛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一样，一手正面，哦，一手正，一手反，哦，就这样子压进来，来，再慢动作一次，这样子压进来，我现在这样就收好了，把它旁边留一条束带，哦，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让它打开，不要让它弹开了，弹开打到脸是很痛的，哦，束带跟它束起来，哦，收起来就这么小，哦，很方便。好 ，OK， 好。